你可算是来了。哦，看来这位就是您口中的天选之人了，欢迎欢迎。好久好久。很不错，骑士的荣耀由骑士团来守护。世界之树，诸神创世之处，也是我们此行的终点。而你我的孩子，承载着他们最后的希望。我知道你是为何事而来，树灵族的要求。我有些好东西要交，好漂亮的衣服。点击外观查看，获得了新时装，不仅能改变外形，还能增加战斗力哦。别怕，我的孩子，我已经唤醒了世界树，它会帮助你们。看好了。年轻人，我的灵魂被囚禁千年，赶走囚禁我的闯入者，我会将我最宝贵的东西赠予你。年轻人，是你让我的灵魂得以安息，现在我的一切将重归一时，我会永远跟随守护你。多亏你们，今年的祭祀有着落了。我已把祭品放在祭坛中央，祭祀就可以开始了。哇，拖动圣器碎片，凑齐所有圣器碎片，只要前往艾瑟林神殿就能打开去往失落。这些是巨人。像是邪魔被祭祀引来了，快保护皇！这些家伙来抢宝物了，快挡住他们！小树竟然也不见了，我有种不好的预。不好，我们得迅速赶回营地。
有十巨人朝着营地的方向去了，我们需要增援。报告长官，营地里的闯入者已经被消灭掉了，但我们观察到这些士兵看上去似乎不太舒服。不对，他们的身上有股黑暗亡灵的气息，小心！真是群阴魂不散的家伙，敌人看来是有备而来。快检查一下圣界的情况。万幸万幸，但竟然在这里出现。隐藏技能按钮，眼击群。找到去往世界树，获得了道具强化石，点击强化后，这些精灵是没有意识的傀儡，我们偷偷溜过去吧。您不会放过妨碍黑暗军团的人。你是这么的幸运，因为黑暗会将你吞噬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被那个人逼的。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就可以欺骗我们，将我们引入陷阱？他们挟持了我的女海人特质，克里斯蒂娜的超级变身药水，只要获得一些药粉，变身成想变的任何生物。可以，模样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变身吧。明明是人马的毛皮太臭吧。变身药水有时间限制，趁现在快溜进去吧。喂，你不好好站岗，在这里做什么？臭小子，下次怕什么？里面有军团，你这小子也太多心了。树林就是那里，快点，变身药失效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小心！